纳智捷 U7 休旅车，改装半灰压尾段筒身，原厂型，使用的是与原厂横筒相符，直接对应做对差。另外尾翅管是使用椭圆镀钛的款式。另外其余尾翅管也有非常多款式可以供选择，圆形以及椭圆，包含颜色有镀钛以及黑珍珠、白铁原色都有，任何款式都可以做搭配的选择。哦，真够闪的哦。